大年，咱卖讲新年，咱讲旧年，哈，因为台湾人啊，拢较爱讲旧年啊。啊，咱旧年呢，九月初九，就是台湾全省拢有一个共同的意识，毋是甲在世人啊，咱咧甲尊重，甚至咱的祖先，即个阿祖啦、阿公啦、阿太啦，哇，咱毋知几代，咱毋知吼，有的人拢会叫叫。今仔日来甲伊敬拜，啊，这当然叫做怀念，叫做感恩啊，吼、哦，感恩有咱的祖先，那甲今仔日咱还佫伫世间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有两面的意义。不管怎么样呢，啊，要做着今仔日的代志吼，有一支一定爱做有够，啊，迄边若做无够安尼啊吼，啊，啥物拢总袂讲，就是有好去也好。好，就是今年呢，啊，我一直咧互人讲，啊，有较友好笑话，吼、哦，但是我真感慨，吼、哦，无一定我讲会到哦，无一定我的子孙做会到哦，无一定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的是啦，诶、欸，恁的子孙做会到还是做袂到安尼啊？吼，诶，咱来看一张贴仔哦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甲试看讲，诶、欸，做会到还做袂到？好。这张贴嘛吼，诶、欸，咱来看图。这边有三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阿公，一个是阿嬷。哦，啊，唔免讲，因为这张贴嘛是我画的嘛，所以讲的是的吼，顺理成章，嘿、欸，我就是这两块。那呢，是十年前，就是九十五年的时阵吼，咱唔知印三千。张医生的啦，吼、哦，去年的时候，咱来甲看护出，咱看护出哩要创啥呢？哦，原来的是喏，咱的时阵吼，啊，因拢要揣碗粿，所以讲碗粿的时候，有一项碗粿特别好，叫做玉米菜的素碗粿。啊，我为着要予幼校的后生查某囝媳妇呢，下当带着伊的爸爸甲伊的妈妈。来咱家吃花粿，啊，予伊目睭金，啊，窗仔予伊看现金，窗仔予伊看美金，窗仔予伊看黄金。所以讲的是啦，伊若来我吃一百碗，吃来吃一百摆，吼、哦，一边来吃一摆，咱两个人碗搁甲送予伊。所以才有一个家啊，吼，遮边仔才有一个家啊，有一百个家啊，伊若吃有一百个。一个啊，碗碗，吼，伊会当来甲我领现金哦。所以当时这张会当吃有头领六千哦，吃无头领三千哦。所以你莫看这张照哦，吼，这张照当时这张就六千块结账哦。所以讲的是啦，哎，我当领一下，今仔日哦，我会当摕这张贴啦，你来给我请，吼，当时按算菜一百八的，车五十八的，吼。所以讲，当时啊吼，有着这张票，照风度，照风度。那即摆我起来了，剩几张啊？那十年已经过啊吼，但是意思还佫还在，啊，意思无因为讲十年前我叫人丢下，十年后吼，啊，着不下唔是安尼，是阮漳州遐无意中吼，去予我发现着，哎呦，哎，我来遐过这张票来怎样？所以讲的是啊。哎，算了，好，这条天啊，会当招人哦。哎，招你来去甲我领碗粿，买当招，买当你甲招予三斤婆啊，买当你甲招予四叔公啊，买当去予招予八公啊，买当去招予哎哎，什么什么亲戚朋友拢不管，你无来，你会当代替人来哦。哦，所以这个意思介含义真好。那这个囡仔一定是大人来，有吼、哦？阿嬷吼、哦，阿嬷嘛吼，阿嬷伫遐吼，好，啊阿嬷代替，因为伊还佫伤细哈，所以讲要叫伊载恁来坐，食碗粿有可能。嗯，啊，若这个嘛还佫伤细哈，来，咱来互这个啊，因为这是真正爱会晓，而且爱会晓来学倒来，好，爱会晓哦，好。阿公阿在讲啥？张票会当送好啦，吼、哦，这唔免讲的时阵啊，留咧大医用哦，唔免咯，吼、哦。
会较少啦。但是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这张爱放啊好，吼、哦，唔好甲灼灼的甲淡掉。哎，若灼灼若掉掉，哇，好可惜哦。好来，这刚刚回忆我仅存的几张啊，俩，要搞，要搞，嗯，阿妈过去，阿无可能。虾米就清淡掉，但是的是呐，今仔你唔是我的员工，你嘛唔是我的志工。那是来讲，你敢知影这张今仔的旧的人会领足侪钱的？为什么呢？啊，第一我看伊年过来阮家拍几年，第二呢，佮会看讲当时啊吼，我咧互领的时，我伫鼓励伊讲吼，咱大家内底工作人员，因。我惊因无领，所以我拢鼓舞因爱领，吼、哦，唔好讲干呐，咱拢找予别人领，大家嘛爱领，所以我今仔日咧，阮自己的员工你拄好看啊，我摕着正百张的迄个红纸落啊，所以讲迄内底吼，逐包吼拢有990块，但是也是吼，因有迄种后壁甲我转。后壁当时我一直鼓舞哦，一直鼓舞，因讲咱来较紧领来，哎，领返来食，无就领来请人食，无来领来分人食。所以有领的时阵吼，因拢有转因啊，吼，当时啊吼，有的人即张搁去附魔，吼、哦，你看介好算哦，真正甲附魔，吼、哦，啊后壁吼，哎、欸，要转因啊只吼，去补一个坑，好无？缩窄只补一个坑，啊，你看伊后来领一届，我就甲转一个因啊。转一个音啊！好，你若看像这样吼，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，大个比这个九个这样吼，哈，我的原则也无变。这个人会当领九张的999的红包，所以讲我昨昏临时敲电话去给我的已经离职的员工也好，已经啊，在家。退休的员工也好，我叫伊下晡吼，这张贴啊摕来换现金。那这吼，虽然这因是我的工作人员，不过今仔日吼，我分予你啦吼，吼，袂当分现金予你。不过的是，每年的今天，你若讲的时阵吼，爱着我的物件，我都可以大打的折扣，只要我可以的话。好、哦、啊，只要你有符合65岁的头发进老的人，好、哦，你今仔有很大的权利哦。所以讲，你来看今仔你的权利，我都有分一张本人单给你看，哈、哦。你敢知影？遐真咧控价单价，哈、哦。到遐咧，哦，今仔个物件只有恁讲无法度食到的物件，但是我敢甲你讲，嗯，你若今仔日食的久久重阳的重阳果。就是加当子，哈、啊！第一，绝对为今仔开始，你无可能去甲扫落去。第二呢，绝对你无可能去洗油纸。第三呢，绝对无可能坐轮椅哦。你爱知影讲加当是要互咱补当的物件，伊若长坐入热坐入去办是完全袂正直哦。都爱今仔九月初九，所以我今仔为着准备互恁食，我才会过去办啊吼。哦，还阁少哦。但是今仔去办的时候好食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今年免欢喜，无粒啊。因为两三届风台伫咧开会时，都拢拍掉，啊，拄啊生一粒啊，就拍掉，下到的。所以照你讲，今仔是大家拢总爱好办。唔过的时候，我遐顺顺吼，拢总，或者无大啦，或者剩一个叶啊，拢无影啊。啊、所以伊无叶啊，通我吸收水分可以嘛。所以我今年我着采收，我买一粒嘛吼，我买一粒来食。今仔若我着食九粒嘛吼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恁会当身体好甲恁弄走啊。今仔是九粒嘛吼，我毋知你食会对无啦，但是我九粒个哦，种互你食啦。啊，这是青啦，啊，这是青。哈、哦，青你若敢食九粒来讲，好啊，我甲你讲恭喜你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即摆是要互恁食鲜，哈、哦，因为青吼，恁无法度食甲九粒，有啦，我对咱一拍甲食了了咧，好，加当加当。
哈，世间的树啊，干那加当树会当清神，哈、哦，伊若我若伊若两三百年了后，伊清明我去甲画一个红带哦，伊就是一个啊加当新树，啊，即卖即个叫加当的新果，哈、哦，这个果就是野水果。那么呢，西瓜这么大粒，小杨啊嘛这大粒，红果、芭乐、柳丁、莲雾，伊拢真大粒。但是这阵上大粒就是安尼尔。所以讲，我的童年就是我囡仔时阵啊，我的水果伊就是我的细粒蕉来啊。因为呢，恁阿家有一个香味，啊，这个色香呢，只要咱的人体，咱的五脏爱果味。酸酸口口，涩涩咸咸，甜甜，做各种气味。但是咱的啊过程呢，一直欠涩，吼、哦，咱的身躯也无欠涩，绝对爱洗腰子洗到死。因为涩呢是腰子要爱的物件，所以讲糖尿病、尿酸高、痛风症，吼、哦，放尿气口白来腰酸骨痛，迄种伤着腰子筋，伊就爱这个涩涩的涩。哦、所以讲无涩呢，腰子呢恢复会倒转来。所以讲涩是腰啊，那么这一粒涩啊吼，十风湿症拢带伫关节炎内底。哎呦，敢这来拍就足好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当你甲加落无水，所以咱食加当剂呢无水，就会卡冷鬼。伊要像红果、芭乐、柳丁咧，无伊要加咧哦，迄只啊绝绝对得，哈！你啊看伊加咧就是安尼，一粒仔囝尔吼，啊，佫食上你食足济，你要倒伊啊来的水，无哪无水啦，哈！人讲的是啦，水果水啦，哈，是上靓的水，所以讲食落呢会卡冷鬼，哈！食了若过头呢，互你卡酒精，互你的啥规神经拢咧酒精。啊，都互你酸啦，互你抽啦，互你拔啦，互你疼啦，互你红啦，互你肿啦，哇，这个问题呢，拢共治了。哈、啊，除了青菜，青果是病了，青菜嘛做病的呢。哦，所以讲青菜呢，白菜嘛冷，硬菜嘛冷，各类菜嘛冷，红心菜嘛冷，苦瓜退火嘛冷，刺瓜退火嘛冷，冬瓜退火嘛冷，啊，皆算外算，伊拢装冷。所以讲，恁若袂晓讲要食，袂晓泡，吼、哦，要食这个水果，要食这个水菜，你敢袂晓食，啊，你袂晓泡哦，吼、哦。水果就加当上补，为啥物？到会一个到出来，要予人补当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要补当来，哦，恁爱恐怖，无食菜的人会当教人食菜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较甜仔哦。我会炒会出来哦，哦，迄个好个哦。那但我若来买，你会甲我买袂？哈，一包一包可能几，上无三五十粒啦。啊，我卖你三五十块，你会甲我买袂？啊，好，我开始买了袂啊。到位啊呢？哦，啊你讲，好、哦，所以讲的是啦，今仔要甲你讲的是要出来吼庆祝爸爸，因为啥物啦？后个月十月车站。出来庆祝国庆，哦，这两只鸡都袂歹啊！伊在偏在那咧九月初九，哎呦，原因就是九月初九就是要敬老的日子啦，啊，要恁听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即摆，两百个恁九十九，恁永远会今仔日拢会记你我，吼、哦，只要若这张单若退来啦，吼、哦，好，你要爱加班的啥物？啥物物件哦，我可能拢会七上八下来上互你，哦，就像伊讲讲，阿娘，咱今来遮，遮高价卖，遮歹卖，我卖袂起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的是啊，讲我真吼有钱，就是欠讲，哈、哦，无人要来甲我做，一个念家当的工，哦，啊，不过恁大家若去办咯，哦，啊，恁大家若去念，哦，恁就知影讲安尼就无够工。好来，咱今呢来慢慢品尝，讲这个时阵啊，哈，啊，这家当的素鸡肉，哈、哦，咱甲分做汤啊，这素鸡肉汤，啊、哦。是甲咸嘟嘟的加蛋，所以恁进一碗内底有三种加蛋，吼、哦。难免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生的、苦的、
迄就是一个足温饱、足温啊，迄、那个塑料吼，好食无？所以讲咱的塑料吼，咱啊大概讲了下，就塑料食菜就安尼滚滚安尼尔，安尼无滋无味，也无咸，也无有咸啊，吼，也无酸，吼，也无涩。所以我拄仔甲恁讲哦，咱人腰子若无涩，伊就裂起来，所以叫做裂起来，萎缩就是裂起来。哦、所以你着腰子吼，伊着安尼揪起来，啊揪起来，揪起来，吼、哦，啊着安尼揪揪着做肾萎缩。啊，即摆迄个创啥？哎呦，当然啦，洗腰子，哈、哦，要洗到当时，哎呦，当然来洗到死，有效无？会好无？无可能。毋过迄个人啊，吼、哦，咱莫讲到遐夸口，咱真好好的时阵哦。他得给他转几书啊？所以讲来先哦，我只能当给你办好，哈、啊，真正只有遇到蒋万贵上盖无，哈、啊，因为迄、那个迄一块钱哦，所以讲来先哦，而且看你有碰到。好，爷爷，黄河做袂好势，你发到。
那放伫内底，有时啊，你爱搁甲捧出来捧起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要去捧它。当你捧起来的时阵，你就偏着啊。所以讲，这盆会当种着咱五脏六腑的物件，等于讲这盆会当种五六项的，对吧？啊，咱人本来就是五脏六腑尔。好，你看哦，神秘草一项，油脂草免讲嘛。啊，油脂草就是油脂的问题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若咧挂的时，伊就是油气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吼免讲，就是咱今仔日有诶加糖剂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吼免讲，就是七号莲，吼、哦。伊这药介特殊，吼、哦，毋是五号，就是七号。来，二四五六七，像七号。哦，啊，咱就这个拢五号的呀。有七条，这叫做七条莲。好，二四六七，好，你看，二四六七，也叫七条莲。那呢，这项物件是轰动过头的，安怎呢？哎呀，伊迄个下底迄个筋呐、啊，比迄个数码筋搁较好，搁较棒。所以讲七号莲，人讲来讲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若讲身体无好的时阵啊，哈，这个七号莲会当甲你连做伙，哈，助连你的身体就好甲冻袂掉，哈。所以讲你若看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、五项，哈，啊，当然这个是神秘草，啊，你免讲，这个五福临门，哈，你若遐种了六项，也六六大顺，那你买当种五项。哈、哦，你看，像我即摆甲这啊，迄、那个香林土，那恁即摆种伫遮哦，我正走开咧煮饭啊，我赶紧的时候来一歇饭俩哈，我饭就来歇了。恁规内底位楼顶穿啊楼脚穿啊楼顶拢啥？乌啊芳，芳公公，芳公公，啊你当真咧听白茶啊？啊当即块白茶白茶无味。我哈、哦，当然忧炖炒变那好，就是把你的忧愁炖跑嘛。啊，所以讲的时候，当伊发硬的时候，这个硬，咱安尼随个慢，硬啊，我特别甲包落呀，安怎？哈、哦，我今天就把我的忧愁炖跑，什么样上忧愁？啊，规身躯拢冻，放无腰，无得喘腰，啊，若无就是腰子无好，哈、哦，带一工工在咧折腰，所以讲这个盆栽啊。为点那一去，只要你有我迄张粉红啊单，哈，我有写哦。经过今仔日了后哦，哈，经过今仔日咯，哈，今仔是九九重阳节，我会送你。经过今仔日了后，哈，只要你有迄张单，这无论对一份，你来看我这写恁号，这免讲恁顶边有人买过嘛，你一张一百嘛，啊，所以讲五张才爱五百。不过明仔载你来，这盆是九十九苗，哈、哦，啊，你讲这腰炖草，这已经给你种三年啊。这个知影嘞，照你讲一丛爱三百，三百是才五丛，三五千哦。你明仔载来九十九来当听嘞，啊，恁敢听？所以田瓜你来直接看哦，好、哦，田瓜千万唔好雷掉嘞，哈、哦，因为你买来之后，我搁爱平单，哈、哦，来给恁啊，看恁有真正有用功无？所以讲未来啊，哈、哦，无论我迄本册什么种草。哈，像迄种青翠枝，迄一丛都要五万块哦。我若甲囥伫这盆内底，甲恁囥五丛吼，迄盆都要五万块哦。结果恁嘛是九十九块就通摕着，但是爱有这张单，哈，所以这张单非常的需要你们看好。然后呢，这张单一定要看，这张单嘛一定要好好看哈。所以讲的是啊。哎呀，这个招财进宝祝贺礼，哈、哦，后面再加一个你，哈、哦，你天天呢去看它，哈、哦，身康体健，啊，这个财宝呢就进来了，是嘛？啊，你用用也无要去看破病啊，啊，钱也无摕去用开啊，所以讲你的财宝都基本都无处理啊，啊，你若像足无好，逐天去了。看病人，你逐天嘛是咧共摕钱出来，哈、哦！你日日见他，一直伫恁家门，伫恁家桌顶，伫恁家面床边，上早你目睭闭紧，你着看伊啊。
大病会当看小病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保啊就把你保住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讲的是呐，神秘草、标准草，不管什么草，你要去爱它，要去捧它，要去闻它，金银财宝都拢装你个啊嘛。好，所以讲这个药，好，介特殊，恁大家也是哦，好好啊去甲常客看卖。所以讲这盆会当伫外口拍片，嘛会当入来内底，好，总是拄到就甲芳来芳去，轻轻啊尔。好，啊，即卖下底呢，一定爱有一个物件，好，咱这个物件，或者咱家家户户嘛，咱嘛是满是个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压水的时阵，有伫盘底。当然啦，憋紧起来的时阵啊，迄个呢水伫盘底，伊阁会走出来盘底食水嘞，吼、哦，啊嘛较袂去甲恁的诶桌仔顶用个单高高，所以讲哦，咱甲开起来，咱无足水的吗？吼、哦，咱这盘啊，这咱诶用到无碍啊，旧了旧熟啊，要底菜看到菜个菜个，咱就摕起来甲批嘞，所以讲咱咧拍的时是安尼拍。啊，所以烹的时啊，五种气味，我着拢总闻着。所以讲这个角色呢，我一直甲你讲，闻疗、闻疗、闻，就可以达到疗法。你这盆呐，种什么物件，你闻的，伊着是什么物件。你甲种干的草，你着是咧闻干的味；你若种肥的草，你闻的着是肥的药草味。哈，所以讲你若种心脏的草。好、哦，你甲种一挂红心地瓜叶，迄个甲片起来，你的心脏想要安怎，就较困难。所以讲，所有心肝脾肺肾的草啊，除了种伫外口以外，三不五时甲挖倒来，像我这个示范，就近你，倒是救着你。你甲种伫三公里外，三个月去一遍，伊是要安怎救你呢？所以讲的是啊，当伊足大丛、足大丛哦，迄个头甲拗转来，规个叶拢甲缩缩掉，哈、啊，大家比喻讲，像这丛，伊干呐一丛尔，头已经足大蕊啊，我甲伊个叶拢甲缩缩掉去，我个头甲尖一尖落，最甲爱个吼，伊就开始搁要复生伊，所以讲要爱的就是红啦，迄、那个药草咧变伊迄个红啦，迄药效上有效啦。啊，伊一定会活，所以你若甲顾一下嘛，伊袂死。啊，所以只要伊无死的一天，嘿嘿，就是要好咱的一天。啊，当然的是啊，即盘慢慢固定，固定拢总即项物件，我著甲你讲啊，只要你若捌药草，你著把方甲挖转来，拢甲放伫遮。我咧讲，恁敢听有？我爱恁，身体嘛好。唔通一直食药啊！啊，药啊用偏，无较歹。啊，但是我著一直咧甲你讲，吼、哦，偏叫做文疗，食叫做食疗，洗叫做水疗，去病院或者治疗，甲你电个机器叫做电疗，哈、哦。所以讲的是喏，啊，你家己选，选看你是要对一种疗。不过我感觉偏。吼、哦，上有聊，伊也免浪费我啥物货，我著甲你讲，哦，我是甲你接电话，规工咧接电话，但是伊放伫我的头前，哈、啊，嘛是赶快伊伫咧，互我有勇气。所以讲，这盆物件会当行来行去，我希望讲，我今日送恁这盆呢，毋是干呐单单你这盆尔，吼、哦，当然咧，时阵哇，安尼好做无水。咱家有一个啊，花红柳绿的，也是今仔出去在看到什么，哎，喇叭花啦、牵牛花啦、什么茉莉花啦，哈，只要那是野，哎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我同意你们尽量采，采了之后你回来就给插嘞，比你去啊花店去买什么花回来都要插，啊嘛也要开钱，啊咱唔免开钱，所以讲花也有花的香。吼，只要伊淡淡土淡淡，咱虽然甲慢行，伊无一时在恁哩。吼，上无嘛个，啊，一蕊花嘛个会，互咱偏两三工啊。吼，啊，上好是外口的野花拄仔咧开花，哈，啊，着野花，咱着甲呛，着甲挖一弯仔头，吼，啊，挖倒来是，花了着甲剪大只，嗨，伊嘛继续搁，继续咧挖，伊嘛咧继续开花。
啊，所以讲用真草、用真花，再好也不过了。啊，当然这是假花，这是会再临时。拜托阮会给妈妈讲，恁家迄盆先借我，我先甲泡开，全点缀一下。点缀呢，因为咱人五脏六腑，所以讲的是人进坤呢，嘛爱有人咧讲讲五花六色。哈、哦，你干那单单干那这些嘛唔好看，啊，是不是个唱一挂白色的时候看见，哇，蛮漂亮的。所以讲的是啊，今天我林淑菲唱着《九九重阳节》啊，跟我全省爱好青草的朋友啊，大家祝你们重阳节啊快乐。那这本盆栽哦，不管你是我的老客户，或是我的新客户。只要你是我的客户呢，啊，这一盆永远好，不是永远啦，好，目前呢就在这边等着你来把它捧回家，哈、啊。虽然你手上没有我的邀请函，也没有我的啊什么传单，没关系，啊，只要呢啊你曾经来过我这边，哈、啊，啊曾经听过啊我林淑菲的名字，那今天刚好呢啊借助这个节日。啊，你打到你的电手脑手机了，哈、啊，看到我在邀请你，那呢就请你把这一盆呢啊，把健康带回家，哈、啊，祝福全省啊青草朋友啊，大家都重阳节快乐，哈、啊，好，那谢谢你们，那好跟朋友讲哦，青草不单单只有这一盆。只要以后、啊、不管、啊、什么清茶呢，我都会带动你们。像这个是萧可菜，啊，能办法采，好、啊、两百万的菜，我们也把它当作盆栽放在我们家里面，啊，那当然这个幼盾草，它现在还没长芽，可是再过几天它也会长出很漂亮的芽。所以希望说啊、全省读朋友。你们把青草当作青菜化，就放在你的厨房呢。哦，今麦买来煮鱼啊汤啊，鱼啊炒成金金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，较紧嘞。啊，鱼啊有够臭脆，较紧嘞，这下就甲火嘞，哈，迄个鱼啊汤规个拢乌啊香，哈、哦。所以讲来讲，也当当作酸啊，也当当作肠啊，哈、哦，也当当作迄个青菜，哈、哦，也当当作盐水，哈、哦。所以讲来讲呢，还佐料，哈、哦，它都可以。可以当时同一个时间，哈，也当黑了，就这样，哈。你别黑高建材，哎，得比高建材，进高建材一斤五百啦，啊，转快电视啦，五百啦。啊，五百高建材咧吃安怎？上届无，我只五分腰子草，只会当煎五粒鸡卵。啊，顶回我甲恁讲哦，哈，敢若一分腰子草煎一粒鸡卵，听风料霜随食，就随消甲，互恁有看哦。何况这是五分哦。啊，所以讲的是喏，啊，你着甲这摕来煎鸡卵，甲这摕来煮鸡卵汤，啊，甲这摕来当作咱的佐料，上面的塑料。塑料滚起来，拢装安尼，黄黄黄黑黑，唔好看。啊，这个甲嘟嘟嘟嘟去，就甲撒上去。哎呦，一般塑料汤也好，也是你炊的塑料菜也好，啊，甲下落青青，哇、哦，迄种感觉不一样嘞。安尼听吼，哈、啊，所以讲来说啊，不管什么时候呢，啊，你们来我这边，只要季节到，好、啊，今麦各类就是有机，各类就是。这个种啊，好拿算，咱就这个种菊苣菜啊，哈，炒一个菜，目睭无啥啥，是不是一叶嘛？迄个菊苣菜拌一叶，较紧就甲放咧菜汤内底，吼，无甲放咧，放咧地炒面内底，无较紧就甲摕去煮一个啥物，迄个黑米素汤嘛好。所以我希望讲恁，盆仔栽是住伫恁家的厝内，要互恁做三种菜肴。唔是要予你种伫外口，离你足远，予你要用袂着，哈！啊，我著甲你讲，种伫外口袂要紧，哈！等你外大丛去甲土甲切转来吼，一定把我放伫即个招财进宝即个卡底，因为即个敢若看到，就是钱入来啊。所以讲，即卡的含义。真大，我要爱恁钱俭起来，钱
家己锁起来，一届看病，一届了钱，一届看医生，一届了钱。把好的物件种伫遮，你逐天拢要趁钱。是安怎？今仔日恁逐旁边好人诶，拢甲恁插一个加糖剂，哈、啊，这个加糖剂现慢起来，我著现咧食。我甲你讲，习惯。啊，毋过咱个药剂就是爱食。我敢有叫你食足济？今仔是九九重阳，我嘛叫你食高粱尔。啊，你明仔载食一只，后日食一只，再后日食一只，食到即个变干、变干、干枯枯，我搁放个茶，搁甲冲嘞，嘛一杯加糖之茶。吼、哦，我今仔来滚素料，像大单嘞，我滚素料，我就直接打慢慢，拢啊空咧素料底。所以讲个啥，连到即支滚吼，我都无拍算哦。到尾要食菜人要滚鸡嘛个时候，我要滚加糖鸡，我就甲即支滚就个冻咧加糖遐。哎、欸，弄袂起遐个加糖鸡啊！哎、欸，吼、哦，我咧加糖鸡，迄个加糖鸡滴要出来吼、哦。那即摆是介绍要先菜加哦，菜加糖鸡还袂出来，安尼啊吼。今仔日改个菜，毋是盆仔啦，碗啦，熬碗啦，哎，盆仔个。较菜个，因为。要予恁较，等下有够到点有够通好予人无哩？一好一分啊！你何况无几分呢？啊，今日几只？九九重阳，所以我会分安怎予伊呢？一包，祝你九九重阳快乐两包，三包，四包。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，拍一下拍！因为啊，他是我新茶园，这个是我的茶草名，哈、啊。因为这个新茶园这三个字是我曾经的老师送给我的茶草名。他是我第一位志工，到今年干到16年啊！拜六礼拜，甚至拜五，伊若闲，无管伊咧创啥物货，伊就会甲我想到咱家，好像是他的家，所以我嘛无咧甲寄邮来啊，寄无来，反正我无咧管，伊该去游览，伊就去游览，该去佚佗就去该佚佗，哈，啊该。我刚要来我家，伊讲无闲，伊拢在讲露营呢。但是呢，露营它是一回事哦，哈、哦。爷爷，伊车开嘞，哈、哦，哪怕来遮坐，哪怕来遮坐，哪怕来遮听，哪怕来遮看，伊蛮好。所以讲，它是一个最成功的一个，完全是自工，伊嘛无领我半块工钱。哦，啊，即个真是工钱哦，哈、哦，因为哈、哦，伊拄今年65岁，都有，所以我昨日问问看伊几岁，伊那头讲伊64岁，真有那无哦，哈、哦，遐尼啊拄好，伊讲65，啊，到咱这里听，咱来65，所以讲诶，像恁进厝内底有我诶听啊，无代表恁无济哦。好，来拍一个方，来恭喜一下，恭喜你。65岁，真正惊你老人，开始咧惊老人，你听，真正个恐怖，听到老人，哦，一种人，讲讲老人，吼，啊，若要讲看老人诶，啊，来看一个，有真正有较像老人，啊，可爱，谢谢你啦，吼，这张也够老哦，这张当年拢有通个听哦，嘿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。没有，不相信你啊！我刚替你笑就来啊！你嘛，哎，没有。你看，我替伊就是一点无说，讲无讲唔免啊，啥拢无，你看未？三，990块吼，你看未？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啊，你看未？66大顺啊！所以讲个是拍一下看，啊，你问看还佫有无？你啊看未？啊，那有伊只就是，伊那。伊若加长三个、九个，就有九包嘛。还佫咧共办桌，规十块桌，
拢伫手包办，伊是杜志生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的时吼，杜志生就是负责咧讲预防者，所以阮遮若像即种会当料理，会当互伊同我包容的，迄嘛是算，哎，我的福气，好，安尼就是三包，就是你的三个。所以讲，你就是领三包，来拍一个头啊，讲，叫做阿秋怡。所以万侪无万少，吼、哦、有就好，吼、哦。有时啊，是啊，讲讲到十九块嘛，真欢喜，吼，即种八十块块。那呢，这吼、哦，无甲我提来吼、哦，这嘛是爱甲发的，吼、哦，甲发安怎呢？发讲是安怎无退来，吼、哦，有啦，无可能啦，迄、那个时代绝对有啦。好来，我不管安怎，反正的是喏，阮靠背啊，无咧管我钱多钱少。来，靠背，一包给你。重阳到到重阳节，互你食到九十九，搁四界走，搁你溜走，吼、哦。来，讲嘛即个，吼、哦，靠背，你几岁啊？是为青草原的全省朋友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呢是古历哦，古历的时是九月十六，所以讲我手上手提这个是土种的玉米，哈、哦，土种的玉米，哈、哦。所以讲的是哦，哎，这坑内底都已经放下去了，哈、哦，这叫做玉米，哈、哦。
好，这个是种玉米哦，土种的哦，哈，是没有改良的，也没有基因，也没有基因哈，再造的，没有改良基因的成分。仙翁黄梅啊，它现在品种很多、哦，不管是甜玉米也好啦，或是什么糯米玉米也好，人因遐拢是改良的哦。啊，咱今麦这是土种的哦，哈。啊，那么呢，今天播种啊，哈，100天，好，100天。另一个省啦，100天呢，它就会长出玉米出来了。哦，所以讲今仔日点这啊哈，准备要请你了。好、哦，土种的花名啊，是较原始的迄种玉米的品种哈、哦。那么我今麦手上提这就是红米，红米哈、哦，这可以说是原住民的主要食物红梨，好、哦、红色的种子红梨。人讲这就是红宝石啦。好、哦，红宝石哦。啊，地上的彩虹啦、啊。地上的彩虹哦，真正的就是彩虹色。所以讲一下，伊啊哈，刚好是这个季节，哈、哦，都啊喝，它要4个月，所以讲一下，4个月就是红梨采收的日子，那就是安尼个算起来就是正月。好，那农历正月，那呢，伊是农历12月，拄啊过年前要收诶，所以讲过年前吼，我诶番麦啊吼，都已经好收成啊。那么呢，红梅啊，大起来有遮尼啊大丛，那咧红梨呢，伊诶丛嘛有遮尼啊大丛，所以伊若生出来时候，即规盘红光光啊吼，非常诶红就对啊。那呢，我要借助它，因为伊若生足侪哦，吼，去水啊吼。我必须爱去插，去甲插迄个插一支锤啊，通我支撑它的红梨的那个迄个水就对。啊，唔过我即卖是一棵田两种用法哦。当番梅啊100天采收之后呢，也正是红梨3个月的大穗的时阵，所以我番梅甲撤掉吼，那一只番梅啊骨哦。我要把红梨就拿来绑在番梅的骨，那么我还要去插锤啊！哇，刚刚要插锤啊，好，那就代志大条了。因为啥？我那红梨采收完毕，啊，玉米嘛采收完毕哦，然后我就把玉米的迄个骨，甲红梨的骨，咱就把放落去做有机肥。但是我若去遐插竹啊吼，我必须得还要把竹啊收起来。好，所以讲的是啊。今天呢，你们记住哦哈，9月16号到12月16号起哩，我的玉米就要采收了哈。然后到正月1月的时候，我的红梨红宝石就要采收了。那呢，今天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这个跟你们告白啊，就请你们注意听哈。今年的冬天，可以说我要用番梅来请你，我嘛要用红梨来煮饭啦，来煮粥啦。红梨呢，听说它的芽菜哦，细细长啊，讲真好食，所以讲迄个芽菜差不多半个月，好半个月哦，可能它就有那么高了。那时候的芽菜呢，可以是最好的成分，所以我今嘛这样哈压蕊，哈难免的这样。上班，我爱甲升调，所以你若拄好来哦，我拄好来咧升的时啦，哦，那个红米的苗呢，我可以当菜给你们吃。那今麦才这尼啊贵，所以讲呢，你们把握机会哦，差不多不会20天，哈、哦，一个芽菜呢，顶多是15天哦，就更好吃了。所以我无法多一筐去捡，所以干脆呢，我就浪费一点，我就把它撒上去。那呢？这丛是番梅啊，哈、哦，这样呢一个。那这边呢，这嘛是番梅啊，啊，我这有4筐，1、2、3、4。所以讲来讲，我把这个种子呢撒在这里中间的这2筐的地啊。所以经过安尼个抗击了后呢，以后呢，红梨就在这2行。所以刚好我的番梅啊起来的时阵。我就把红梨捡来绑在番梅啊，安尼，我安尼讲你应该听哈。如果说你是喜欢种植的人呢，把握机会啊，因为这个月是番梅啊的季节，
那是红米的季节，所以呢啊，恁个话讲，你们就可以品尝，哈、哦，我这颗啊很特殊的一个一袋的两行，拢赶快是食物，啊、哦，黄梅啊，嘛要让咱做饭食，红米嘛要让咱煮饭做饭食，那你若要了解它的资讯呢，在网络上呢。啊，已经很丰实了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打红，红色的红，那个李贤啊，一个草字头，巴黎的李加草字头，巴黎的李加草字头，好、哦，现在电视里面已经有很大的一个那个啊，但是我依然爱爱照顾啊，因为我拢去原住民的山地们呐、啊，还是去大武的山上，拢去请那个原住民把它打成那个掌啊，红梨种。所以讲哦，哦，我明仔载嘛要过来去，诶、大武山已经订三百桌，拢总是红米大餐，啊、哦，当然那些啦，啊，下回你若来找我，我也可以请你们到山上去给原住民请客，好 ，OK， 好。